将是我第一场马拉松。其实我上个礼拜才发现，才有人跟我说我有可以去参加的这个机会，所以我一共就三个礼拜的训练时间，从来没有跑过马拉松，所以希望就是去享受过程，但是没有太高的这种理想吧。啊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哎呦，我才准备了3天，都不敢说是准备，自己尽量吧，尽量享受就行。